这水还能吃，你看看这啥水这是。这水黑不黑，宝宝？黑。这水不是下面。这水能吃吗？会不会咬着你啊？啊？这水也经常这样啊，一停水一来水就这样，经常停水啊，一停停24小时，所有小区都这样。加压泵它的压力它就大，它一压力大的话，就是那个管壁上的东西它就会往出掉一些。平时这个黑水是没有，我们这头水质检验合格报告都是有的，但是就是说一停水的时候，然后再一给水的时候，这样肯定有一个冲击，然后那个管壁那个东西就会下去，所以老百姓就会有那个黑东西。我们水厂这头只能保证我们供出去的水是完全合格的，我们这头检测报告所有的什么都有。这个事情现在解决的办法也能解决，就是说这个可以换这个管线。如果说想更换管线，就是说所有的居民都得同意，